Hello， 朋友哥，我是风破，我们今天玩的就是 Minecraft， 没错。然后已经很久一段时间没有玩了，毕竟太多事要忙了。哦，天哪！所以这一连带的连这个梦境边缘，我连测试都还没测试完，所以估计目前来看的话，应该是再把乌沼跟石头海岸先解决完，应该就可以先告一段落，就是确实的先告一段落。接下来就是等作者把它给做出正式版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就不好意思啦，因为太多事情了，一上班之后我太多东西就没办法去处理，然后而且有太多，老实讲性质太类似的了，太多性质相同的东西之后就超级受不了，然后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觉得变得超级不适应他的，是因为那什么，是因为模组的那个东西太大了之后造成的反差嘛？我觉得我这个地方变超小了。好了，目前接下来就是看乌这边算是乌沼吧。嘿，好像是说，我跟作者讨论过，就是有询问过，就是这边这附近这一区好像就算是乌沼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四处看，就是说这边有什么鬼怪之类的，有些地方已经看过了。可是说实在话，这个地方这样子找也不晓得可以找到什么东西啊。就怎么说呢？能跟我开玩笑吗？这边又看了很可疑的东西啊！啊，这该不会是？海底遗迹吗？为什么海底遗迹这里、啊？为什么不在这里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透透嘛，这个。这里会有东西吗？这边特别围出来的话，可是看起来也不大，并不大的区域。那这边到底是什么？啊，这是什么？乌沼前哨站啊，是这里了吗？哇哦，我终于找到要点了。前哨，等一下，前哨站的意思是什么？不是啊，你讲前哨站是代表说这。往这边走就是前那个就是乌沼吗？还是说，可是前面那边乌沼那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啊。以逻辑去推断的话，那应该就是在这里啊。以逻辑推论的话，那有点皮。没有东西可以打，完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去做探讨跟那个，这边就石头海岸了吧？我应该来到了石头海岸，该怎么讲？这边的话应该会比前面的好找很多吧？哟，再见。讲这个东西还算是好解的。
方会有什么呢？会有什么呢？呜呼！怕。好，搞这一套。该哎，对对对，这么没炭，不怕火焰的那种。我就是伏替姆，剧情跟剧情有关吗？这边就管这边就直接爬过去好了。哎呦，好痛，好痛哦！他们的攻击比我想的痛很多，天哪！秘密藏在最高峰。最高峰是那里啊，那跟一开始的目标好像没有太大差异啊。诶，不是好最高峰吗？然后最高峰是说我还要从上面的下去的意思。他们这边不是最高，是这边的确是最高的，那代表说我要进去里面。没错，得下去一趟。太多了，他真没有恐惧症，真的是不太可能。哦，吓死！硬生生被戳到剩一半的那个，炎热，有什么东西在这里等你？感觉如此炎热，不太妙啊！所以，我觉得这边先把东西准备好，封好。
这个地方这样子，我这边就有地方可以睡了。哎，有怪物在附近游荡。有开玩笑吗？Surprise, motherfucker！ 怪物，可以睡了！天哪！啊！哇，这边都有我之前的东西耶，很多字。怪 boss 战死亡不掉落哦，这个地方就直接打仗了。别忘了和平之后回来调难度。重要，请拉回，经退出战斗已清除怪物。哎，今天是搞这一套。其他打法提示 ，boss 简介：地狱使者一个庞然大物，他并不灵活，但他的手下非常灵活。看来是有什么怪物了。看来是有什么小怪物。血量高，攻击较高，移动较缓慢，所以我应该要用。我这边有抗火性跟冲锋力量跟抗火性，我这边有两瓶抗火性，应该打七分钟还可以吧。招岩浆怪，岩浆怪时候变更小的岩浆怪，会让你手忙脚乱。岩浆坠落，定点定时空降岩浆，我还没有看完呢、啊。旷永高原发生的事情对吧？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为什么不试试弓箭呢？时刻拉开跟 BOSS 之间的距离。当然啦。其他，听说他的朋友在泰瑞尔，我听说叫什么叫哦，就是召唤熔岩，就是那个嘛，熔岩山姆嘛，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啊。死亡不掉落，那还好，我在这边已经躺过了。把一些现在先不要的东西放好。有没有金苹果啊？金不够用。突然觉得。换成原本铁甲好了，但是我就至少我不担心这个了啦，这样子我就不用担心这个了。抗火跟这个生命值吸收跟好，那这边这个只有，等一下这边好像这个比我想象中弱一点。那就上。嘿，哦，是这样子哦。哇，这个有点痛！哇，痛！好像没有需要那么担心呢。比如说我卡点了之后，变得还蛮容易的。好像就很普通啊。啊，不过我没有范围攻击，所以就
哇，还有被卡住的地狱使者，对吧、啊？那个炼石，炼神啊！啊，这个你要说很强，其实我刚卡点把他打死最大形态之后，后面就。你跟我讲说他很强啊，也还好啊，只是多而已啊。而且越小只，其实坑就更弱。这是 BOSS， 你怕不是要跟我拿滥竽充数用的吧？好。超可怜的练手。好了，开门啊！哦，可以了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要死掉。然后我这边的怪物王带着他的力量走了。你还我血汗钱，这是我三年的工资了，才这么点。嗯 ，OK， 真的很少。地狱使者的日记，就是那个数字了，79。所以我有一个是，我现在有三个数字吧，啊，现在加了一个，这个是79，之后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力量泉源，时空裂缝，这就是我们怪物的王所探寻的，让他掌握一切的奥秘，他让我守在这里。他另外两个强大的怪物，可能是三个，分头保管这几个数字。当然，双子凋零的家伙还管着祭坛，那个祭坛可能是可是能打开时空裂缝的。相比来说，我的任务简单多了。不过到现在也不晓得王为什么让我保护这数字，到底是干嘛的？最主要的是这破地方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，什么破玩意？一个什么都没有，这个石头。但是我天天那边守着，还不如让我玩手机打游戏，玩 COS。这个地方可以玩这些东西吗？气得我整天只能跟石头聊天。下次我要加薪。哼，79。于是我就回来了。一点都不困难啊，搞什么鬼？这是我遇过里面最简单的了吧？超简单的，根本就不难打。为什么搞得好像它很困难一样？搞屁哦！好了，这就是我们的东西了，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大需要了解的东西。接下来就是把三个数字收集起来，我就可以去找那个点了。这样子吧。好了，今天先这个样子啦。因为怎么讲，乌爪真的是就没有特别的东西啊。如果那个是乌爪的话，那它真的也没什么东西。我到时候再问一下。比如说，这一次进度有点超前，撇除掉前面我根本在迷路的阶段以外，找不到那个目标物以外，其实还蛮快的，连 boss 都打完了。好了，先这样子啦，感谢收看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，see you。